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啊，没错，现在是黑屏时间。好的，屏幕现在出现了一行字儿。好，咱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官方是出了一个明天的一个会更新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发现我点歌这里头没有东西，所以还得点个歌，好麻烦。算了，我还是把这点歌机退了吧，我直接运行一个那啥吧。运行个什么音乐软件？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主要更新的，就这个啊，限时开启。策划可以，牛逼！老子给你点个赞。我把这个音乐声小点啊，差不多这样应该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这开始能看这些东西啊。单人的话呢是9月17号，这个的话呢，大叔觉得在9月17号结束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就是开设一个二段的那个。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版本东西啊。首先呢，它这个是单人卢克的话呢，它是周四到周六跟周日到周三是不同的地方的。这边的话呢是周四到周六是答案，然后呢有蔓延，然后这边的话是有那个炉子。周四到周六走的是暗路线，哇，声音这么大，这是个。我这声应该开小点。这边的话是就周四到周六是暗，周三周日到周三。这边是那个这个光，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咱一会儿再看奖励啊。然后这边这个单人模式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始和活动结束后单人模式关闭。说实话，如果说他开这个，现在这版的单人，说实话是最次的。咱们先看一下，一会儿看看他底下有没有什么的啊。周二到周四的话呢，那个是震颤。然后后面直接进二阶段，周五到周六的话是手浸泡，因为它这个的话是那个和那个二次人是一样的次数和各种限制，所以说一些小伙伴如果要是觉得自己守不了浸泡的话呢，周五周六不打就好了，其他打时间打就可以。时间最容易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四，因为他打的是震颤。这样的话，一些不会打擎天的小伙伴也很容易打，但是火山的话，到时候呢有点麻烦。这个的话，明天大叔会开始更新我所有职业，就是打单人那个的东西吧。装备的话，参差不齐，到时候各位小伙伴简单看一下就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奖励啊，奖励的话呢，这边单人卢克保底儿是2个魔焰石，然后他是那个。最多能得8个，其他东西都一样。但是其他东西金牌的时候是2个魔焰石，而这边暗之根源呢是4到6个。暗之根源跟那边的跟那个团本倒是一样的。来看一下这个安托恩啊，安托恩的话是给浓缩，但是这里头没有票，是的，没有票。狗逼策划。然后下面这些活动的话呢，大叔就是之前都那个给你们看过了，你们就简单，到时候想如果没看过的，自己简单暂停看一眼就行。这些东西的话，讲不讲都没什么用啊，就是这么一些东西，然后自己要到时候要想看的，暂停一下就可以了。嘿嘿，果然七夕是个秃头，七夕果然是送个秃头，那个大光头，呵呵。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了。这个的话，到时候对于一些练小号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买一下。对于那些就是大号来讲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啊。像锻造炉啥的，一次性蒸汽都挺，就是说，并不是说太合适。金毛里头就加这个了，大叔之前也说过了。然后那个还有这个师徒，这个就是之前跟师徒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但不知道他那个给的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徽章里头啊，还是什么徽章里头，不知道他那里头是不是能那个还像之前似的黄色或者什么蓝色能有那个什么特定的数值啥的。重点咱来先说一下这单人吧。这单人的话呢是比韩服好像是一版左一版的那个单人模式吧，它不产票，它也没有去配合那个瑞的难度副本改版，然后进行一个团本商店的材料那个增加。这种情况下呢，说实话单人卢克打的还可以勉强，因为那个单人卢克的话呢为材料还是卢克最终还是为了材料，但单人安托恩的话呢，绝大部分人现在80%人80以上的人打安托恩绝对都是为了票，但打单人却没有票，那你这个单人安托恩开的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半废物状态。而单人那个卢克啊，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单人卢克是比较好打，确实是比较好打，但并不代表你就是说装备很烂的一套并且不会打就能进去。你有装备然后你不会打你也过不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涉及到有些机制的时候，它经常就是那个还有它那个复活币限制比较多嘛，限制的比较少，能用的复活币就那么几个。像那个卢克的话是小图都是5个复活币，大图是就是 boss 是小图是3个复活币，大图是5个复活币。而安托恩的话每个图是2个，安托恩这个东西的话相对来讲容易点，就是这个卢克它很多的机制的话有一些秒杀机制，但是单人的话呢它会那个就是机制会有所下降以及伤害有所下降。所以说各位小伙伴想打单人就是那种打团没人要的 C， 你伤害如果说双绝能达到 1.5 亿左右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只要是稍微会打一点都是可以自己打得过去的。然后呢根据你会玩的程度来决定你这个就是决定你这个伤决定你这个什么来着啊，来决定你这个伤害，就是你越会玩你这个伤害可以越低一点，就是这么一个来回这么一个浮动吧。嗯，反正这个单人说实话啊，除了卢克有点用其他的都意义不大。等这个结束呢大叔预测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在9月17号下架之后呢，如果说要是就是基本上可以是在我觉得是在国庆版本直接配合团本瑞的难度改版嘛，就是这个配合团本改版，然后再把这个单人重开，然后有可能到时候那个帝国竞技场然后到时候也会开。如果以上的那个预测失败了的话呢，请